敲电话又要去饭店，啊，所以到你去房间的人应该嘛是你才对啊。你把我的名声，啊，跟我的钱票拢毁掉啊！我哪有可能够会当做我的李慧夫人？我的解释，明明是你安排我，你搁在解释？中都无看到曼娜，我看到人是你，是你直接走来找我的啦。曼娜，你的未来是好是歹，是掌握在大家手里，你好好想看。我真正看袂落。